竟一时分不清哪个是苹果，哪个是炸弹了。啥也不说了，我先跳了。有一点点好玩。啊，我就说哪里不对，这回用上道具肯定没问题。哎我去，哎我去，这炸的。完了完了，飞了，还好我反应快。我觉得这把有希望，好像飞得有点高。